请四位把耳麦戴上，天黑了请闭眼。这老虎怎么总跟着我们，天一黑就出来啊。有一个人在听工作人员说话，告诉他下一个环节的答案。来吧，天亮了，我们睁眼看看。哦，其中的某一位已经知道了下一个环节的答案。那么好，我们马上进入第三个环节，魔影。你们看到了啊，身后边有一块白屏，待会儿白屏后面将出现三个人影。这三个人影呢，看起来是老太太、阿姨、大妈，反随你的想象。但其中有男有女，待会儿你们要猜谁是男的呀？来，我们有请一号。好，一号阿姨已经出来了啊！你们四位可以问、聊天、说话都可以。张志，阿姨，问您一个问题啊，这个您平常晚饭之后的最喜欢的休闲运动是什么？好，我喜欢什么运动啊？我喜欢扭秧歌。喜欢扭秧歌、嗯、啊？您能给我们扭一段吗？哎，您能扭一下吗？活动活动啊！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杨金鑫有话问吗？阿姨，我想问您一下，您平常哄您家小孩时候最管用的一句话是什么？孩子，大妖怪来了！哎，大妖怪来了，孩子。好。刘文宇有话问没有？阿姨，我想问一下，您有什么愿望没有啊？我的愿望就是儿女常回家。儿女们常回家看看啊、哦，老人的一种心愿啊、嗯。雷静，我想看一下阿姨的正面。阿姨她想看您的正面。转过来能看到。不可以。哎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你们还有问题没有啊？没有，没有了是吧？